豆豆他是谁呀？你让他背你，是不是你姐姐？不准欺负人家小朋友啊！我昨天看你欺负他了，是不是？豆豆你好，姐姐这个。菲菲，你这个头发太好看了吧？会卖的，我去给他梳干，给他洗。没事的吧？给他梳。没事的。那姐姐现在带我去看他们这边有那个熟了的木瓜，我进去看一下。这是菲利他们家的邻居，这个是他们的木瓜。这个是菲利的爸爸，然后比之前的身体状况要好很多。菲尔叫爷爷背，你不是喜欢让爷爷背吗？爷爷给你抱。这是菲利他们家门口的一条路，然后由于道路没有做硬化啊，只要车辆过来了之后，灰尘还是挺大的。来了。好的，我们买一些生活用品。他们一起去吗？你姐姐他们还有妹妹都一起去。好的，这个小朋友去不去？他不去。苏菲尔去不去？去。好像他害怕。他怕他的 BB 外婆。爸爸说在家里待着。好。哎，杜菲尔，你不用打伞呀，杜菲尔。杜菲尔不怕晒黑了。我们这伞在哪里？这个伞不能遮阳，菲利。我们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，我们两个。还没来，为了我自己的不披肩。这是雨伞，遮阳没有用。你不是，你说这是晴雨伞。这真的是雨伞，你不信？再给他弄。菲利，这个是雨伞，这个遮不了太阳。挡不住，你说这是晴雨伞，下雨可以，天晴可以。我不怕晒黑。这是谁？你有没有叫阿姨？叫阿姨。阿姨？他听不懂，阿姨听不懂。这是豆豆的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弟弟，目前我还没有摸清楚状况。他有一点害羞。我们身上有点脏啊，人特别多啊。现在我们现在去买东西，办一些生活用品。咩，贝利，这边这么多小孩子怎么不上学？现在放假了一个月。放暑假？对，一个月。哦，我怎么都没有上学呢？菲利，是不是这里办卡？对。我们赶紧办一张吧。哦，已经有好久没有发视频了，肯定有好多人发消息，我都没有看到。嗯，这边是办卡的地方，并且还卖手机啊。有极少的这个智能机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这种老人机，还焊了这个防盗网，就是这个铁棍儿。菲利的妈妈正在跟他沟通。菲利，这个是怎么收费的？3000先令是1.5G。嗯。那我一天要用10G左右。这个因为我要发视频，还要上传。3000人民币是10块钱。对，可以用14天。可以用14天。嗯，我以为呢，现在帮你摘。把卡插进去了之后，要发一个短信，然后通过短信来缴费。这边没有办法用二维码支付，需要用这个设备跟我的手机。
那为什么我装上了碰一下，哎，我跟菲利一起来到了菜市场，然后这个是他的奶奶。不是亲奶奶，对。然后这个是这边的秋葵、辣椒。菲利，我感觉这个辣椒不辣。不辣，不辣。我们家用这个吃。哦。有没有辣的？哎。有没有辣的？辣的有。嗯，等一下，我们去找一点辣的。这是你奶奶的，我们买一点，照顾一下她的生意。啥饭你们吃的？还是饭出来了。哎，菲尔睡着了。菲尔睡觉，我就打开了。哎。菲尔走到哪里都能睡。这个有点像那个。烧烤吃的那个茄子，对，这个是烧紫色的茄子，对，这个是烧烤的，上面有大的，去给我拿上。有没有紫色的？紫色的有，这个就是我们那边的茄子，这个长大了就长这样。对，哦，这个是这边的辣椒，有点像云南的灯笼椒，做涮涮辣的那种，特别辣的。我没有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嘛，他就知道。新咖喱。什么味道？没事，你咱俩才知道。你咋回事？好臭啊！我臭。采访一下，这什么味道？闻起来是臭的，然后有一点辣，很难入口。这个反应差太远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吃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看起来这个味道一言难尽呐，看老李的表情就知道。我可以吃特辣的，但是这个玩意儿我。做出来是这个样子，没带纸哇！什么东西都吃，对，阿萨瓦，他是，他是外国人。这会儿我是外国人，我吃不了这个。你还说这个跟板栗一样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个太难吃了。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松味啊？松味。松味。嗯。长在树上的松味。哎呀，我尝了一下这个东西，真的太难吃了。哎呀，不是说难吃吧，反正我就是不习惯吃这个东西。闻起来臭臭的，吃到嘴里有一种辣辣的感觉，但是吧，说甜又不甜。这个菜市场东西挺多的，但是就是蚊子有点多，苍蝇。哎，这个小鱼做的挺好的，可以吃吗？这个可以吃，那边你也拍。这是什么？什么鱼？这个是鱼。我知道这个是鱼，这什么鱼？我也不认识，我平时没有时间钓鱼，所以我不认识鱼。这个在中国有点像花鲢，但是又不像。哎，你还知道？这是用冰放在这里的。但是鱼的眼睛都白了，是不是不新鲜了？它是这个样子，眼睛，但是它刚才走向有没有在水里游的活的？它
没有，我们家买不买这个样子。没有活鱼。这样子，对，不也是有啊，它不是放在水里面。就必须放在这个样子，放在水高，下面这个冰，放在冰下面，在冰里面是不是？对。好吧。那算了吧。算了吧。这个香蕉是做饭的吗？对，这个放上这是饭蕉啊。哪里？哪里？哎。这个是这儿卖生姜的，这个是小洋葱。我跟你说，小洋葱比大洋葱好吃。这个一个一百。一百。一个一百。不能称斤吗？我在这边买东西啊，这边有好多小朋友过来看我，说肯定想着我这边是个外国人，所以他们过来看我。这边的羊实现了真正的放养啊，都不知道谁家的羊，满大街的跑。菲利，那个羊他知道怎么回家吗？他知道，是他来我们家上面，白天来晚上他走路来。他自己去散步。没有人管他。自己去吃饭。对。你们这的羊太自由了吧？那里没有人管。喂喂。那不要管。那别人给他吃了怎么办？不会。哎。嗨。你好，哎，豆豆，我看不到你了。这是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啊，用拳头对着他，然后来，哎。这是非洲这边的大黄狗，好像跟我们那边的中华田园犬差不多吧。哎，这个好漂亮 ，nice。你姐姐戴那个眼镜好看。我没有看到。你让她给你戴，你看。哎，不怕。杜菲尔今天有点 emo 了。吃吧。奶奶要红烧。给你一个泡椒。刚刚在这边买了毛巾、袜子，还有大勺子啊，全部都是卖拖鞋的，是吧？你好贵呀，30多。30多。这边有几个小哥，刚看着我，估计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吧，他们好像是在这边卖鸡蛋的。菲利，这个鸡蛋卖多少钱？500一个。500先令。那大概就是1块多是吧？对。我们买几个吧。然后有小帽子好烫啊。好烫，说明是刚煮出来的。刚刚煮出来的。我有买烫的，我有买烫的。苦米。啊，那嘟嘟的。逛街有点饿了，吃个鸡蛋。哎，热乎的，热乎的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菲利朋友啊，这边跟他喝一杯嘛。这是刚刚跟我打招呼的一些小朋友，这是他们住的地方。这边哪里有卖菜板的？那你们菜板没有地方卖菜板，你想这个菜板？下面人给你做，去那个卖木头的地方。对，他给你做。豆豆，你干嘛？买了好多甘蔗。菲利，我们把该买的东西都买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回去了。快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去找了下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喝水的。这下面有水吗？嗯，下面有水。嗯。哎呀，那个羊肠，我看到那块地，那个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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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